Hello， 大家好，跟着孤独学球，遇到神仙都棋逢敌手。今天来到新竹，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全国个人赛女单冠亚决赛。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全国个人赛女单冠军黄瑜杰，今年19岁，就读台湾体育运动大学，已经上过两届的中华成人国手，打法是刀板右手直拍。那我们就来欣赏女单决赛的精彩好球吧。冠军，拜。你会紧张吗？我会。啊？会。等我一下。好。好了。好了 ，OK， 我拿着好了。太近了啦。不会啊，那很好，真的。Hello， 黄瑜杰，那个我们来玩快问快答好不好？嗯。要三秒钟内要回答。OK 吗？嗯。好。那我们，靠啊！刚刚黄玉文传了一个好。第一个问题是，麦当劳最喜欢吃什么？炸鸡。最喜欢的女明星？没有。最喜欢的电影？很少看电影。最喜欢的音乐？也没有。很少听音乐。最爱喝的饮料？珍珠奶茶。最爱吃的食物？好吃的都可以。好吃的都可以。
最想说的话是什么？太难了啦！太难了啦！最想跟大家说的话，跟着国手学球，遇到神仙都棋逢敌手，大家要订阅分享哦，拜拜。